赵朝谢，我们是海底小纵队，我们需要大家联合起来阻止魔鬼鱼艇救出你们的头。如果我们不这样做，你们的家就遭殃了。我们接受你们的帮助，停止攻击。能帮我看看我的钳子吗？ 阻止魔鬼鱼艇！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追上他。呀！挂机，停！ 喂，别再乱按钮了！停下，当心！我的小乖乖呀！我胜利了！队长。 魔鬼鱼艇在地底下挖了太多的沙道，它可能要塌陷了。坚持住，皮医生！把手给我！结果让我来吧。 章鱼望远镜，队员们，抓住他！好了，我们已经找到了章鱼望远镜，现在怎么办，队长？看来我们得荡个秋千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样的，海底小纵队！幸好塌陷没有破坏掉招潮蟹的沙道。 啊，谢谢！是你们救了我们，现在我们的海滩干净了，巨蟹被控制住了，我们的家也安全了，庆祝一下吧！哈哈！可是这个大坑怎么办？哈哈哈！别担心，我们这就把它填上。伙伴们，开吃！吃了吐，吃了吐，吃了吐，吃了吐。 吃了吐，吃了吐，吃了吐！哇，这可真是壮观呐！海里的动植物们，注意了，今天洋流格外强大，所以千万小心，找安全的地方待着。需要我帮你找个安全的地方吗？ 不需要，我能动。下周四之前应该可以到目的地，让我来帮你吧。哦，哇，提前到了，谢谢你们。各位朋友，你听到通知了吗？听不懂啊，我说伙计，你为什么这么讲话呀？我就只能听见哇哇哇哇的。 伙计，你能说慢点吗？我说我叫吉米，我要回家，飞我的洞穴，我的洞穴就在这儿，但是我的嘴里却装满了。这是乔里和乔乔，哦，还有这个是小珍妮，她和她妈妈穷特别像。这里，这边还有一颗，最后一颗，洋流来了！啊啊啊！ 洋流把他的鱼卵卷走了。别着急，我们会帮你找回来的。一颗都不能少。海底小纵队去发射台。海底小纵队，洋流已经将十颗后河鱼的鱼卵卷走了。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他们找回来，送回他们爸爸的嘴里。 嘴里？ 怎么会有人把鱼卵放在嘴里呢？
后河鱼爸爸的嘴就是孵化器，也就是说必须保证鱼卵一直待在嘴里，直到它们孵化出来。瞧，对这么小的鱼卵来说，大海非常危险，有很多其他的鱼想吃掉它们。那我们得赶快找到这些鱼卵。大西西，你能追踪到洋流的路径吗？启动洋流追踪仪。洋流沿着这些峭壁，越过了这些间歇泉，穿过了这个山谷。那我们要到那里去找鱼卵。计划是这样的：谢灵通，你和后河鱼待在他的洞穴里。是，队长。大西西，你留在这儿追踪洋流的踪迹。我、呱唧和皮医生分头寻找鱼卵。是的，小萝卜，你也可以帮助我们寻找鱼卵。兔兔兔，那些鱼卵太小太柔弱了，我们需要东西把它们装起来吗？我有这个好东西，鱼卵收集器，它们能收集鱼卵并保证鱼卵的安全。你们可以用它把鱼卵带回来，放回后河鱼的嘴里去。我还把气罐改装成了喷射背包，只要按一下这个按钮，你们就会强力加速，然后就能逆流而上了。做得好，兔兔兔，开启章鱼堡舱门。我们回章鱼堡吧。狮子鱼，皮衣裳，慢慢后撤。是，这些狮子鱼的鱼鳍有刺，会蜇人的。我以前从没在这片海域见过它们。麒麟通，我们刚刚发现了两条狮子鱼。狮子鱼，它们可不属于这里，如果留在这儿会出大事的。狮子鱼的猎食能力很强，一口就能吞下一只鱼，但这里并没有它们的天敌，而且它们可以在短时间内产下大量的小鱼。哦，没错。那么，如果这两只狮子鱼留在这儿的话，珊瑚礁很快就会满是狮子鱼，什么都不剩了。没错。那我们最好把它们送回老家。只需一口吞下。嘿，你吓跑了我们的午餐。我们打算送你们两个回老家去，而且食宿全包。我才不去呢，这里的食物真的很棒。是啊，这些鱼对我们没有任何防备。可是难道说你们一点也不想家吗？啊，我们本来没想离家的，但是一场飓风把我们吹走了，后来随着各种洋流飘来飘去的就到这儿来了。哦，莉莉，我好想回家呀，真的。好吧，路易，好吧，食宿全包，对吗？我保证。成交，要握手吗？开玩笑了，我才不会蛰你呢。路易，我们就要回家了。哦耶。章鱼堡需要准备迎接两位危险的客人。皮衣裳，启动章鱼警报。海底小纵队，去基地总部。海底小纵队，现在我们要将一对狮子鱼带回到章鱼堡里。哟，一定要小心它们蜇人的毒刺啊，伙计们。大西西，马上关闭所有鱼箱。明白，队长。沙丁鱼关闭，斑马鱼关闭，队长。非常好，兔兔，我们得让这些客人留在发射台。遵命，队长。小萝卜，马上准备一些鱼饼干，这些狮子鱼现在饿坏了。海底小纵队，这是莉莉和路易。你好。千万别见外呀。多谢，食物在哪儿啊？只需一口吞下。吃光了。亮闪闪。植物鱼注意了，马上去发射台与谢灵通会合，还要带上你们的园艺工具。亮闪闪。好，小萝卜，现在我们来收集这些红树种子吧，马上启动舰艇吸尘器。
啊，这次差不多。已经好了，队长，我们现在出发去红树林种这些种子去了。是吧是吧，祝你们好运，需要帮忙了告诉我们。不用担心队长，我们马上就会完成任务的。亮闪闪，这里水太浅了，舰艇开不过去，咱们一起游过去吧。亮闪闪，亮闪闪。好了，植物鱼，拿种子挖一个洞，把种子的尖压到土里。孙爸孙爸，就是这样，很简单，对吧？咱们继续种吧。亮闪闪。谢灵通，请回答，种的怎么样了？我们这一切进展顺利，队长，我说过了，我们是完全可以搞定的，是吧，小萝卜？小萝卜，队长，我想我们遇到了一点麻烦。怎么了，谢灵通？是植物鱼，他们不见了。达西西，启动章鱼警报，海底小纵队去发射台。海地小纵队，紧急情况，刚才植物鱼们失踪了。我的老天爷，他们一定是进红树林了，但是在哪儿呢？这还不清楚，我们一起去帮你找。呱唧，皮衣裳，上蓝蜻蜓，尊兔，开启章鱼堡舱门。好的，队长。队长，植物鱼肯定来过这里，咱们来看看他们留下了什么。